小妲己半夜咬坏猫爬架，被爸爸妈妈围攻了。看你的嘴边是很木屑的，你看你的绳子这块，看你举你的绳子啊，就是是你咬的吧？这是你咬的吧？你看着是你咬的吧？是你咬的吧？击毙你！击毙你！击毙你！这位妲己小坏蛋，看样子是知道小朋友不乖就会被击毙哦。啊，我知道了。